竟然还没出来，来玩一下这个东西。做骗子多无聊，你看，要不要过来一下？我忍气坐地。来了，我们先不要看着他，看着他们。嗨，你们好。你们好。你们要送回家胡萝卜。有任务给你们。有任务给你们，你现在先放下那个，放在那边。对对对。什么任务？这是最大的那个奖品的任务。奖品？对。我好期待，我好期待。跟我来，在那边。奖品？对啊，在车上。我们去拿着羊了。太开心了，海南，一来。好，你们坐这里，我坐前面吧。你先上去。还不敢，要困难呀。走吧，没事，走吧，走，没事，我坐后面，我找个座位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去拿奖品了。好。好，可以了，你们已经完成任务。那礼物呢？我们待会给你们，你们先过去端水，好不好？好。乖。快跑吧！任务成功了，人也更失落了。千万不要做骗子，知道吗？哎，做完很不舒服。我就说，哎，你们应该得奖了。我要说小朋友，成年人绝对都能骗得到。所以如果我们有那种防诈骗的频道，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，找一些更多的案例，去找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去推广，我觉得对整个社会都非常好。好，同学们过来。好，我们的学生站好，站好。老爷爷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俊哥，你先别说，好好，还没认出来。好，我们的学生先坐好，先坐好。好，你们三位同学，知不知道那两位老爷爷是谁？不知道。到现在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们三位呢，知不知道这两位是谁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是。知道他是谁？知道他是谁？这个知道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说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